说，这个买弹量这么少吗？还是一个 MG？ 其实对比较而言 ，MG 强袭 ，MG 的暴风也只有16块板件，所以说 MG 的 AGE 模型的整体的板件量上，其实还算是比较够用的了。那么这一款模型相对于之前发售过的标准型的 AGE2 仅仅只有3块板件，是在配色方面不太一样的，换成了这一种米黄色以及这样的灰色分色了，其他的是完全的一模一样的了。毕竟在剧中这一款机体也只登场了两集而已。这一款模型的主体配色主要还是为了致敬阿瑟姆的队长沃尔夫安尼克的一个白狼的配色，但是作为 PP 网线，这一款模型的贴纸其实在原本的话呢是有进行一定的更改，但是大湾这一款模型的贴纸仅仅就是把之前的标准型的贴纸拿过来用了，并没有进行任何的新规，这个确实不太应该。那么至于剩下的板件质量的话呢，其实各位我估计看的也应该差不多了，整体的板件还算是比较干净，但是你要是细看的话，依旧会发现大湾白色零件内部的那一些黑色以及灰色杂质还是比较多的了。再来就是这一款模型的整体零件真的是非常的肉了，棱角并不清晰，整体的刻线细节大面上看上去可能还不错，但是一旦是深陷起来啊，整个刻线基本上都是非常浅的，而且因为没有棱角，所以说深陷液是完全走不动的，只能说这个细节清晰了，但是又没完全清晰，整体的板件还是有点偏油的，建议各位买回来以后还是给它洗一洗，拿洗洁精冲一下泡一下，最后再拼可能效果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或者说直接给它上一层消光，这个效果也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整体的板件我们就看到这里，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模型的具体素质表现到底如何。那么这盒模型里所有的东西就已经完全呈现在各位眼前了，包括一个 AGE2 的主体以及一对光束军刀，加上四对造型手，那么还有一对就是用来后期变形时候的一个造型手了，再来就是标准配置的一枪一盾这样的武器配件了。除此以外，这一款模型呢也并没有什么多余的配件了。在身高方面 ,AG12 和 MD 元祖是基本上保持了同一高度的，本身肩甲上的翅膀张力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最后整体的体积方面还是要稍微的大上一些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 ,AG12 无论是从整体的机身方面还是说从整个造型方面，我个人都是相当的喜欢的，可以说 AGE 系列里边的颜值机体了。同时在后续的高达创新者里边，唯一一个被 MG 化的也只有 AG12 马格南，可以说 AG12 的机设还是比较符合大众的审美的。那么在整个头部方面，大班这一次翻模的还算是比较够用了，而且整个面相还是相当的正的。G12 身上采用贴纸部分，主要就是头部的健身器，两侧的黑色部分以及眼睛部分，这些都是采取了贴纸进行补色的。我这里边也都是完全采取了贴纸进行补色，最后呈现的一个效果也是比较够用的。区别于普通 AGE 标准型的蓝白配色以外，这一款白特务型呢，在整体的配色是采取了这一种白灰相间的配色，这个配色所呈现的效果也只能说见仁见智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那么整个头部的问题，也就是在后方的这两个左右合的零件，其实有的时候它会有一定的缝隙，需要各位用胶水进行加固。再来就是整体的天线方面可能会比较松，也是需要用胶水进行一定的加固的。那么整个头部采取了一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但是因为整个胸部上方的护甲干涉，所以说整个头部的活动性并不是特别的优秀，抬头低头的活动幅度也都是比较微弱的。在胸部的中间，也就是这一款模型所提供的一个 AGE 系统的标志性透明件了，整个透明件呈现了一个 A 字造型，也算是代表了整个 AGE 系统了。作为 MG 机体，这一款模型呢也都是有提供驾驶舱的展开机构。首先我们需要外拉前端的这个零件，然后我们通过工具上抬这个白色的装甲，最后我们再将整个下端的这个舱门进行翻折。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正常里边的驾驶舱座椅是带有一个滑槽结构的，但是在我拼装的过程中胶水有点点多了，直接渗到里边了，所以说整个座椅就是完全的被粘死在里了，不然整个座椅其实是可以下拉进行展示的。同时整个驾驶舱上方的这个白色舱门这个零件，我个人建议不要去活动，因为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一动里边的卡榫就会断掉的，所以说在拼完这款模型以后呢，这个驾驶舱就不要去打开了。两侧的出气口也都是采取了单独的分件，整体的分色做的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够用的。胸部后方就是这样的一种喷口的设计了，再来呢整个胸部在这个位置类似于一个平衡翼一样的东西，看上去就有一种跑车或者赛车一样的那种风格了。由于 AG12 属于变形机体，所以说整个腰部是没有任何的可动的，只有在下端是采取了一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能够带有一定轻微的可动幅度，但是大班这个因为零件精度的问题，整个腰部在旋转的时候手感是比较松的。作为2012年发售的 AGE2 标准型这款机体呢，其实在 MG 里边这一款模型并没有完整的骨架内构，与其说是骨架内构不如说是框架结构，基本上这一款模型所有的骨架内衬啊都是采取了一个类似于空的一样的造型，主要还是为了后续的变形进行安装的。同时在整个手臂部分是被分成了好几段，
上臂一段，手肘一段，加上小臂一段，这些部分都是通过了卡扣进行连接的，而并非我们所常见的那种一体的骨架。肩甲部分也是 H12 的一个最具有标志性的特点了。首先，正常的肩甲就是这一种方方正正的造型，并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了。再来呢，整个肩甲上方是带有这么一个小型的肩甲，而这小肩甲两侧各挂载了一个大型的平衡翼了。因为这一款模型配色的缘故，所以说整个平衡翼都是采取了这一种纯白的粉件的。当然在上方这个地方，整体的刻线因为大半零件翻模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渗线完以后的最终效果整体来说并不是特别的好，很肉，而且一擦基本上就掉了。但是在下方整个大型机翼的部分，这个地方其实相对来说渗线的还是比较方便的。那么机翼内部是通过这个卡扣进行连接，能够带有一定的活动。再来就是尾端通过了一个柱形卡榫进行连接，另外前端还有一段卡扣可以进行另外一个角度的自由活动的。可以说整个机翼摆放的这个自由度还是比较高的。在手臂和肩甲连接的部分呢，这个地方算是一个通用的结构了。毕竟 AJ12 标准型和双降型都是采取了这样的结构，就是通过了一个柱形卡榫进行连接的。但是这个地方的连接是比较松的，需要各位进行一定的加固处理。那么这一款 AJ12 在整个手臂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整个手臂这一段加上上臂的这一段是非常容易脱出的。而且各位也可以看到了，这个卡榫是相当的短的，曼奈的具体情况我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大巴的这个在活动一段时间以后就会突然的就松脱下来了。这个卡榫很短，而且内部的 PC 件并没有任何的卡位，整条手臂最大的问题也就在于此了。而且多年以前的 AJ12 也是这个毛病，在手肘上端也是采取了一个短的柱形卡榫进行连接的。这个地方我是用胶水进行了一定加固处理，毕竟这个地方除了在曲肘的时候是有一定的活动的，在上臂这里边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旋转的。那么这款模型在手部是采取了这一种拇指可动四指造型手了，而拇指是采取了一个二段式的关节，前端是有一个独立的粉件可以进行活动的。单手部分前面我就已经看过了，这里边就不去再给各位进行赘述了。整个手腕部分是采取了这种一大片的这种结构了，这种造型手对于整个手腕的前台以及后下压这个活动性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整个手腕的这么一个侧摆啊是几乎没有的了。那么在手腕上端这个零件也是采取了一段的旋转机构，主要还是用来后期安装武器时候的一个方便的角度。那么在整个手臂的活动性，正常肩甲360度旋转没有任何问题，手臂平台90度或者超过90度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手肘前伸关节通过内部的 PC 件也是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准，曲肘活动幅度180度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AJ12 整体的裙甲造型就比较简单了，但是该有的分色还都是有的了。各个裙甲都是通过了球形冠节进行连接的，整体的这个紧实度还是比较够用的。后裙甲是通过了一个 PC 件进行连接的，能够进行一定的活动调整了，而且整个范围还是比较够用的。但是上方的刻线可以说呢真的是比较肉了，基本上一擦就会掉了。那么在后裙甲两侧的这个部分是安装了这一款模型的提供的两把光束军刀的剑柄了。但是 AJ12 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光束军刀的剑柄和这个孔位严重的不匹配。我们当把整个光束军刀剑柄拼完了以后呢，一定要将这光束军刀剑柄的四个面全部进行打磨，将整个剑柄给它打磨薄了，最后我们才可以很好的给它安装在这里边。不然的话，一旦光束军刀剑柄不进行任何的处理，插进去基本上就拔不出来了。那么整个裙甲呢，基本上只有侧裙甲是带有一个单独的第二段的活动了，主要就是用在后续的变形过程当中了。这个我们一会儿再提到变形的时候再来谈谈。AJ12 整体的腿部也都是那种类似于框架一样的结构了，但是整个腿的造型我个人还是相当的喜欢的。但是也正是因为 AJ12 是属于变形机翼的，所以说在整个腿部的关节长度还是非常的不够用的。这个腿部是采取了一个类似于反向关节一样的设计了，加上这一段部分仅仅是通过了一个卡扣进行连接的，所以说最后呈现的这个效果在整体的活动性以及整体的战士方面还是稍微的有一定的影响。在92部分前端的装甲是带有一定的活动的，这一块装甲上方的这个地方是通过了一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但是这个球形关节一旦是安装上了外甲以后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可动了。整个脚部的设计啊也都是比较简单的了，仅仅是通过了一个 PC 件进行连接的，下压的时候能这种比较明显的空缺了。那么整个腿部的活动性啊和手臂部分也都是有相同的缺点。那么首先就是在大腿根部这个连接桩也是非常短的，大弯的这个精度也是非常的不可以的，所以说整个腿部在活动的时候也是会非常容易脱出的。然后就是整个腿部的前踢，因为前裙甲的缘故可以踢到正常90度没有问题，屈膝活动关节180度没有任何的问题。92部分采取了一个复合型关节，首先上端是可以进行一定的侧摆的，除此以外在整个前台以及下压的部分也都是采有一个单独的关节，所以说在整个腿部的活动性方面还是比较好的。
唯一的问题啊，也就是在整个腿部膝盖部分的把持力度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那么主体部分也就是这些了，剩下的也就是一枪一盾的武器配置了。但是我总感觉 AG12 的这个盾牌啊，相对来说提供的有一点小气了，但是毕竟机设摆在那里也没有什么好吐槽的了。整个盾牌通过一个连接架进行连接，插在手臂上的凹槽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盾牌也就是这种纯白的配色了，基本上没有什么过多的细节，而且这一次模型所提供的贴纸也是不对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总感觉有点素。在光束步枪部分，整体的组合度是非常非常的紧的，这一款模型全身大部分的球件碰在了这把枪上了，整体的造型也算是比较常规了，主要还是以后续 AG12 变形完事的一个枪头的造型所呈现的一个最后的效果。我们直接通过替换握持手型给它安装在手上就可以了。另外整个枪的尾端还是带有一个连接件的，我们直接将这个连接件给它插在后方的凹槽里边，就可以实现整把光束步枪的一个固定效果了。那么这一款大班翻模的 MGAG12 标准型的白特务配色版本，我们主体以及整体的配件方面我们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模型的变形。这个变形流程还是比较好的，但是这掉腿掉胳膊掉件的情况真的是时有发生啊，实在是非常的头疼。再来呢就是整个手部和腿部上方的卡损连接是非常松的，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卡在一起的，腿部前端的卡损和整个侧裙甲的连接也是非常松的，这个地方也没有办法固定整个腿部了，所以说这个 MA 形态要么粘死要么就千万的不要去变。在整个 MA 形态下的起落架，首先那就是膝盖部分是可以进行向前的弯折的，那么这个地方呈现了一个后部的起落架。再来就是整个光束步枪下端的白色零件也是可以进行一定的外拉的，所呈现的就是另外一个前端的起落架的安装，但是这个地方的内部的 PC 件也是非常紧的，并不是特别的好拉。所以说这一款大班翻模的 MGAG12 白特务形态的这个 MA 形态可以说是纯纯的垃圾。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款模型的修饰建议了，真的是很久没有去做大班的或者说其他的模型的修饰建议了。主要是之前做的那些模型啊，整体来说的素质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需要修件的部分。但是这一款模型呢，真的就是7-8年以前大班翻模的 AG12 的一个同模换色版本，所以说当年有的问题，这一款模型呢也都是一并的继承了过来。首先就是驾驶员的 E13 这个零件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脱水加固的，再来就是 F20 和后方的 F21 连接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D13 整个零件背面，我个人建议是用砂纸进行打磨，给它打磨平整了以后呢，再把贴纸去进行粘贴，不然的话这个地方并不是特别的平整。 A11 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粘死，这个地方还是建议各位不要把驾驶舱去打开了。这边呢 A20 和 A21 的两个零件都是非常紧的，需要进行一定的扣孔。两个 PC9 安装在这个球形冠节上面的时候呢，这个球形冠节还是比较紧的，建议各位稍微的使点劲。A2、A14、A13 和 A3 这四个零件的安装的时候也是非常松的，需要进行一定的交互。F26 以及整个面向前端的这个零件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胶水加固的。E10、E9两个零件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胶水加固。E8同样如此。手臂部分的 I9、I11 需要进行胶水加固。I8 所对应的这个卡损的零件是非常单薄的一个G8，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安装一定要注意一下。手臂的这个部分以及整个手肘关节上方的这个重心卡损的连接，我个人建议这个地方直接给它粘死就可以了。
再来就是整个手掌部分的 MP15 和 MP16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打磨处理，然后就是 E3 和 MP2 这两个零件连接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 MP8 这个大拇指上面的球形关节是必须需要进行打磨的，如果不进行打磨的话，整个大拇指是非常紧的，容易断裂。前金甲部分都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处理，腿部的 S8 和 G28 连接的时候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胶水加固，最后也就是整个光束步枪部分都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整个枪的组合度可以说是非常差劲的。再来就是整个光束军刀剑柄拼装完了以后的，如果说想要给它挂载在后裙甲上方的卡凹槽里的，一定要把这四个面都进行打磨一遍。那么这一款模型所有的东西我们就已经全部的介绍完成了。曾经我也是把大班的所有 AGE 的六台机体全部做过了，包括 AGE1 的三个形态以及 AGE2 的两个形态，但是有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 AGE 这部动画相对来说只认识的人或者看过的人并不是特别的多，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的画风啊稍微的有一些幼态了，所以说大部分玩家可能看上去并不是特别的舒服，但其实纵观整部 AGE 的作品第一部分以及第二部分相对来说我个人还是相当的喜欢的，但是唯独第三部分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的，尤其是孙子奇奥的那个人设啊是相当的不讨人喜的，也就是传出来最经典的奇奥看着队友被维根嘎嘎乱杀而自己却一直喊着去帮助敌人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说这种圣母心让我感觉奇奥真的是挺恶心的。但是相反之下，父皇的果断以及阿瑟姆整体的人设我个人来说还是非常的喜欢的，所以说针对于 AGE2 和 AGE1 这两台机体我个人的情怀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万代现在的 MG AGE2 和 AGE1 的价格也并不是特别的贵，针对于大班的这一款翻模的白色形态呢，其实也仅仅是在部分的零件进行了涂膜换色，所以说针对于这一款模型我个人还是去建议去买万代的，不要去买大班的，这一款模型整体的素质表现并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太好的标准，或者说也可以称之为一个比较差一点的模型了。曾几何时，如果说大班现在的模型没有进步的话呢，可能我会认为这一款机体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如今大班的技术也在一点一点的进步，所以说这款模型相比之下就成为了一个比较差一点的模型了。那么本期的 CKO 模型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最后总结一句话，这一款模型并不推荐，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